我再也不煮饭了，完了，我又被打死了。盘点那些满级炼丹师，看看刘烨在做什么，连塑料袋都放在里面烤了。这是人干的事儿啊，谁能看出这是螃蟹来？放这儿，一碰就碎了，爪还在这儿呢。哎，说什么报答之恩？妈，你在吗？在。人在哪儿呢？我真的看不见，你是做饭了还是成仙了？我们要是去洗，我们要是说的。